主食主哦，这个应该很明显会有那个分歧吧？你们今天吃什么？刚刚知道了。只有你们两个。我先讲我不吃面的原因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，因为我不会用筷子。怎么不会用筷子？什么理由？吃面哪会用筷子？那泱泱呢？为什么你不吃面？其实我两个都吃啦，只是相对来讲，我都会吃饭。哦，好哦，可以接受，这可以接受。面类类，哦哟，啊，哦哟，这感觉也会很分歧耶。等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选在半夜玩这个？超饿，我要说，因为我会吃干面，是因为我觉得汤面太烫了。身为一个猫舌头，吃干面比较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一个兔舌头，哎，对，兔舌头，口水噗呲噗呲的流下来。但是我还是想处刑你们，对，变成面了，配菜的饭，配菜的饭，什么叫做配菜的饭？就是有主食跟菜，然后我们要配的饭是白饭还是卤肉饭或鸡肉饭？哦，所以就是其实就是白饭跟。萝卜饭的差别，我比较好奇吐司喵的。我可以去楼下拿个吃的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们都会加那个哦？哎，你们两个，等一下不是啊，有选择这个高级的跟一般的，当然是要选高级的饭呢。钱收集真的要配什么？毛最当然是这个啊，拜托。什么？你们居然不会配蒸奶吗？有吃兔子会游泳哎！哎对，嗨，好快来看，会游泳哦！哇，是奶兔！哇，这怎么？请勿拍照喂食。为什么不会配蒸奶？一口鸡排，一口蒸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？可是我觉得这样超腻的。夜市牛排酱，夜市牛排。你还让我想一下，还是我知道陈风雨都是两个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你们都会加胡椒哦。可是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简单讲，就是说你吃辣还是不吃辣。对啊，也是面来没错，帮你处刑了。没有，我就是一个不能够接受辣到一个极致的人。有牛奶麦片，这个一定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有别的选项啊？哎呦，要站起来喽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的天！哎，你们怎么会先加牛奶？我喜欢脆脆的味道。对，可是你卡吃卡，我不喜欢烂烂的感觉。可是有点。奇怪，你先加牛奶，你再加麦片，不会满出来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加很多，因为我牛奶只会加一口而已，上面全部都是麦片啊。刚刚我们在选的时候，两个人同时说当然是这个啊，怎么会有别的选项？结果两个人在不同一边。兔子，有兔子，我帮你杀了他，兔子，就那个人坏人，结果好，来下一题。酥皮浓汤，我觉得这个跟麦片很接近吧。嗯，啊，等一下我选错了，算了。哎呦，有人选错跑票，跑票了，哎呦，这个，你们都会分开吃哦？不是啊，你们分开吃，你们就点一份酥皮跟点一份浓汤就好啦。为什么要点酥皮浓汤？突然发现我站在这边好像不会被戳到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好哎呦，这样我们又要来问吐司喵了。你有吃过皮蛋豆腐吗？皮蛋只会喝粥。哦，皮蛋跟粥。皮蛋瘦肉粥。哦，对，他们有皮蛋瘦肉粥。好吃，好吃。哎呦，哥哥。哎，你们全部都会分开吃哦。哎，长得分开的我们就分开吃。他们不是把他们剁在一起吗？会啊，像瘦肉粥一样，就是要一口蛋一口豆腐，这样子才好吃啊！先处刑，好好好，不问了不问了，没理由没理由了。棉被，这当然是这样啊，这样啊，大家都不折棉被啊，可以可以，睡觉的时候棉被一定要包脚，脚脚。包脚脚哦，包脚脚，谁睡觉不包脚脚呢？谁睡觉包脚脚呢？起飞了啊，起飞了！拜拜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在坐地前讲。我有给你时间让你飞了。对啊，你现在可以讲，在你最地前你都可以讲。
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的棉被很长。那你可以卷起来啊，你可以折起来啊。那很奇怪啊，你可以折起来啊。走啊走啊走啊，牙膏挤法。这个我觉得很不一定耶。对啊，是看心情，看心情。心情好，慢慢的来。今天心情不好，挤爆它。哎呦，大家都从中间哦，这么有默契。哎哎，我们都是美女入狱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还有两点，还有那个两个爱心。OK， 来哦。是洗什么？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都一样吧。我们来看看哦。哎、有默契，有默契，真的，女孩子嘛，电灯，电灯这个、啊，这应该蛮分歧的吧？我觉得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省电小公主，好，所以呢，而且就把灯都关掉了，而且我的 RGB 很亮，我电脑的 RGB 很亮，自己发电。自己发电了，就是正义都会发电，会发电，超可爱，超闪亮的，哇，好快，天哪，这个到底，乳不巨何以聚人心，跟乳不平何以平天下。然后诚实作答吗？诚实啊，诚实。诚实作答。嘿，原来大家都是，因为我觉得这蛮有趣的，女孩子觉得大家全部都选这个选项，蛮有趣的。看呢、啊？没有啊，看了要选自己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凶哦。来了，游戏。游戏，游戏是这个啊，拜托，这个很简单吧？我们都是宅宅啊。对啊，怎么可能选手机？有默契，有默契。哇，该不会是狗派猫派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这好难哦！哎，没有仓鼠派的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不用选吗？没有，没有仓鼠派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兔子吗？我比较喜欢仓鼠哎。要选哪一个？要选哪一个？要选哪一个？那你拉我的手手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你说。对啊，我最可爱的我。勇敢的选择吧。那你就选择我吧，我这么可爱，选我，选我，选吧，选吧。你看我们两个，你看我的耳朵选什么？恶魔的低语，选吧。我选兔子。来了，好了，走喽。还在那边，还在那边狗派。哎呦，你是五高派，这看起来好像鬼哦。你喜欢的，真的吗？当然是这个女生呢，哇哦。然后等下我看到你选另外一个的话，你就是狼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哇哦。来，我想留看看，不能留。为什么不能留？不是因为我剪掉，你会看到一只狮子在路上走。哦，好啊，很棒啊，花莲奇观，哇，路上有狮子，可以当一只快乐的小狮子啊。想要什么样的发型？还是说你喜欢？你喜欢？问你喜欢呢？我跟你们说，因为他其实是抖 M， 想要被处刑，我帮你们解释了。为什么被炸飞的是兔子喵先？兔子喵一个超无辜，我就喜欢啊，莫名其妙。哦。异教徒显示，看看谁是异教徒？异教徒最多是陈峰，我好猛哦！我居然最不是异教徒哎，我以为我是外星人的说，可恶！我也以为自己是。没有，你知道最正常的那个吗？哦，图斯找到了好多，顺便跑酷吗？原来我最不正常，选我，选我，我最不正常。我是露米，我是干妈，我是兔子阿比，我是洋洋，我是兔子喵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